老头老太太想吃点清淡的，那咱今天就做鸡胸肉丸子汤。买来的鸡胸肉清洗干净，切成这样的大块，放在绞肉机里，加入葱姜，放盐、胡椒粉、鸡蛋，掰勺玉米淀粉，盖上盖子打成糊状，建议多打一会儿，打得越碎越好。打好拿出刀片，放入切好的香菇丁、玉米、青豆、胡萝卜，开始向一个方向搅动。配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放与不放。搅好后开始下锅炸，像视频这样用手抓住，虎口挤出，用勺子一个一个放在锅中。煮丸子时水烧开，开最小火，丸子飘起来，再煮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放入盐、胡椒粉、虾皮、洗好的紫菜，因为想吃清淡，所以就没有放那么多料。最后放上香油和香菜，鸡胸肉丸子汤就做好了。丸子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在冰箱冷冻里，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。这样做的鸡胸肉丸子汤一点都不腥，而且汤鲜味美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收藏做起来了。